我认为这怎么是越位、啊、差太多了吧，郑龙在后边好远、啊、差太多了吧。스포츠경기의오심은경기흐름을끊고선수들의사기를떨어뜨리는데중국프로축구에서나온심판들의오심들을모아보았습니다黄牌，黄牌。这个动作要都是犯规的话，那足球比赛就没法踢了。咱们看一下裁判的判罚啊。
觉得这是在足球比赛里比较正常的一件事儿。不算，进球被取消了。哇，这怎么吹？差太多了吧！郑龙在后边好远，差太多了吧！要重新纠正一下，哎。